我今天发现一个在飞机上特别实用睡觉技巧，就是你如果有病衣服的话，查着反扣。然后如果你想看东西的话，就把这边打开，或者可以用来吃饭，然后反正还挺实用的。如果想睡觉的话，就把你关上。这衣服不太实用了。 Later。